25年全赖有你，有你们熟悉的星岛声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白子柜掌舵人，亦都是每个礼拜四 Time to check in 龙爷的拍档 Tina。 眨下眼，原来我已经加入了星岛中文电台两年，好多谢这两年来大家一路陪住我。 Cindy 问我入了来这么久有些什么最难忘，其实难忘的事有很多，但我今天反而想讲一件惊险的事。话说那天我在做紧食得有型的有奖问答环节，本来听众打电话上来答啱问题之后，我应该要熄咪，然之后抄低佢嘅个人资料。但我嗰日竟然唔记得咗熄咪啊，差啲就将佢嘅个人资料全部泄露晒出去。嗰次真係好惊险，但係好彩最后都有惊无险。但係呢一种咁紧张又刺激嘅感觉，真係只有喺做直播嘅时候先至会有。所以我真係好想快啲返去直播室做节目啊。踏入2021年，星岛中文电台亦都迎嚟咗佢嘅25岁生日。我在这里祝星岛中文电台 Happy Birthday， 越做越好，收听率越来越高。星岛中文电台生日快乐。